我是鸡子县中院职工王萌，我实名举报鸡子镇西街南村村支书何香镇。县疫情爆发之后，我服从领导安排，积极深入一线抗疫，不幸感染新冠阳性，之后进行治疗，转阴后服从安排进行集中隔离，隔离期满服从县安排独人独门独院隔离，在此期间严守隔离制度，竟遭受鸡子镇西街南村村支书何香镇网络暴力，对我侮辱谩骂诽谤，还恶毒地诅咒我的家人，对我本人及家人的精神及名誉造成重大伤害，压力无法承受。当天上午向县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、鸡泽镇等有关部门反映该情况，经多方反映无果。试问这样素质的村支书怎能让村民信服？